我就想买一个老爹鞋，它是 seasonal packaging。这个老爹鞋跟之前的前几款有点不一样，是我试穿的时候觉得，嗯，值不值得？前几个月就是圣诞节还有过年的那个季节，所以我就买了很多单品，因为买太多单品也不等要开箱哪一个单品比较好。然后我就在 Instagram 问了大家做一个 poll， 大家想要看 Chanel 的还是 Hermes 的，所以到最后大家就是选了看要看 Chanel 的比较多。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我在圣诞节跟那个过年的之间买了什么东西。就是个 Chanel 的 sandal， 然后一直以来我就想要买一个老爹鞋，就是比较大型的 oversize 的拖鞋。然后因为之前我已经买了爱马仕的拖鞋，因为我拖鞋其实我比较少穿到，我比较喜欢穿那种就是有盖到脚趾的，所以拖鞋就可能去那种海边啊这样子，或者是出街啊逛街，就是附近我才会穿拖鞋。可是因为这个老爹鞋真的太吸引我了，之前我本来想要去Chanel 就是买老爹鞋，可是因为我看中另外一对鞋子，然后我就不要一下子买两双，因为我那时还有买其他单品，所以我就忽略了那个老爹鞋。直到上一次我跟朋友去走街，我就看到这一款，就是这是那个新的 collection 的，那时候新的 collection， 所以我就买了。看到影片里面那个 packaging 跟之前我买的那些 Chanel 的 packaging 不一样，是因为它是 seasonal packaging， 就是这个是圣诞节的那个 packaging 来的，就是这个。我很喜欢它这个 packaging 是因为这个三叉花是黑色，然后它这个 ribbon 它是黑金色，有点烫金，大家可以看到，然后闪闪的很漂亮。就是我有时候会收集他们的那个 seasonal 的 packaging， 然后这一款我很喜欢，因为是我喜欢的黑色还有金色，所以我就觉得蛮值得收藏的。大家已经看到我开箱那个影片了嘛，所以就可以看到那个鞋子了。所以现在就跟大家好好介绍这个鞋子吧。然后就是这一个，然后这个老爹鞋跟之前的前几款有点不一样，是因为这个老爹鞋看起来比较高一点，尤其是这一part中间这一part。因为我记得第一款跟第二款的那个老爹鞋是没有这么高的，他们比较平一点，就可能是这样子。这个高度罢了。那时候我记得我跟朋友去逛的时候，我是打算买其他单品，没有想到买鞋子。然后我就刚好去鞋子里面逛逛，我就看到这一对鞋子。然后那时候那个model就是那个Mary Queen 穿着这个鞋子的时候，我就看他旁边干这边。其实我有点担心，因为毕竟他的拖鞋，我觉得舒适感很重要。我就不想要，因为平时就穿高跟鞋了，我不想要就是有一个高跟的那个拖鞋，会怕不舒服。可是没有想到，我就跟着我的 SA 拿去试穿，试穿其实我蛮喜欢的，就是蛮舒服，而且我很喜欢就是它的那个鞋的那个质料，它是绒布，看到吗？就这一边就很舒服，它不会有那种，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名牌的拖鞋就是它是用那个牛皮做，所以就有好不好，就是有一些牛皮是软的，有些牛皮是硬的。然后它这个有一些这边那个质感是牛皮的话，就会太紧实太平，然后就你踩上去是那个质感是不好的，不舒服，可能是好看，可能是不舒服。这一个鞋子是我买过最贵的拖鞋，或者应该讲最贵的鞋子，因为我之前买的那个鞋子最贵也是5000块，然后这个是远远超过了。然后那时我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试穿的时候觉得值不值得，可是到最后我还是买了，因为我觉得这种拖鞋可以穿很久。然后它除了可以单穿，你也可以好像穿个白袜子小袜子来穿，这个就很像那种日式的那种风格。我觉得它的好处是因为你可以去调整它的那个
大小啊窄宽这样子，因为我的脚其实是我买这个是38号，我是穿他们家38号的，平时我的脚是穿39号的鞋子，可是啊这个牌子跟那个爱马仕我两个牌子我都穿38号，可是因为这一边对我来讲，因为我脚比较宽，这一边就有点太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已经 adjust 了，我已经换掉它这边，有点 adjust 它的这个宽度，可以这样子拉，像我这样子拉，然后移去中间，所以你看到这边这样子啊，这个选那 logo 到中间，人家是旁边，我的是中间，因为我就改这个宽度，这一边我就还好，这一边我就remain 好像它就是旁边那样子，那这个也是我没有去动它，只有这边宽度我去调。我觉得这个好是因为如果好像你是孕妇，可是因为你可能孕妇会脚肿水肿，你就可以调，你还可以穿这个鞋子还是很舒适，然后也可以调很方便。那我觉得这款鞋子就很像你去旅行啊你也可以穿，可能你会觉得穿拖鞋可能拍照不好看，你就可以穿一堆那个白袜子来 match 它就很好了，我觉得不错，是蛮值得买的。很多人问我它是黑金色还是黑银，其实它是黑金，可是不懂为什么它的金就是那种有点像复古金，它不是那种黄金，就是他们之前早时候出的那种好像18K 24K 那种黄，它是有点像那种也不是香槟色嘞，它是有点像复古金，所以你看它是有点像银有点像金，可是其实你近看它是金来的，它是肯定是金来的，只是照片看可能看不出它是金或银色这样子。讲到这多，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影片，然后记得要 subscribe 我 like 我这个 video， 还有留言让我知道你想要看什么类似的单品或者是类似的那个主题要我去做咯，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